安理其实我们的 DNA 就是社群嘛，我们在思考是说要怎么样去帮助我们营销人员的话，能够更好的去利用这个社群，我们就开发了蛮多的一些 App， 那例如说打造了一个挑战星球，让我们的营销人员的话能够去发起他自己的一些 campaign， 那就是用一些可能现在年轻人更喜闻乐见的啊社交的方式，然后也有游戏化的一些内容来帮助促进业务的发展。那么有幸我想问您哈，到我们这个专业服务团队是怎么帮着实施这样的方案？安利要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在行业当中还是非常领先的，在解决过往传统碰到的这个问题上面，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创新，包括这个微服务化，包括用一些新的手段等等。